热，视频当然不见了呀。我再说又没有露底呀，我这裙子特别紧啊，非常听话的，还好呀。我这有浮云，不过确实挺性感的。欢迎 Cass， 我上热舞了，比刚刚那个保守多了，是蛮性感的。我这被盯上，我没事儿。跳舞的主播都会有一点儿。没有哪个跳舞的主播不被警告的。我怎么感觉我重开了没那么好看了呀？对，非常正常。我也没露底，我觉得还行啊，谢谢苏打，你快点刷的礼物安慰一下我，我安慰一下我吧，我刚刚上到几万人了来着。Cass， 你看我这个耳环好看吗？就是它不能跳舞，一跳舞它就想掉。谢谢王哥，我没刚刚好看了，你们发现了吗 ？My darling， 谢谢关注，比较好看，我并没有，我觉得刚刚好看，反正没有好看。我跟你讲，我最近。我没有露底呀，我裙子，我刚看了回放呀，我看了视频啊，没有啊。并没有啊。欢迎才子太。
我想平复一下我的内心。那你今天必须给我开出来一个，因为我们认识那么久了，我们那么熟了，那你得开一个。一会儿再来，好，等你来了我再跳啊，你去吧。Think about 单调，单不了调。我就想看一下，我都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，我还是在跑骚的时候看到别人直播间里的主播说可以开出兰博基尼，我才知道这还可以开出兰博基尼。开一个，我还不如直接送一个来吧，我不介意。这盒子赔钱货。哦，是这样的吗？那算了，直接送一个吧。有理有理，这是谁啊？奈何我不知道怎么读他的名字。看两百多个。这个女是个主播吧？不是，谢凯斯，你们可以送送我掌声啊什么的，因为有那个跳舞频道，跳舞频道不是有一个跳舞才艺周星榜吗？收两个礼物，一个就是不要钱的口红，做任务每天有五个吧，听说是，谢谢。因为他们不喜欢看我穿裤子，所以我就穿了上。王哥说。穿短裙性感，谢谢小姐姐，谢凯斯，然后就送送掌声啊，口红啊，谢谢雨辰，我昨天还排到第一名了，挣不到口红有啥用？就这用的，没其他用，就这用。我现在是第二名，我差前一名啊，就差不了多少了，就差1000多个掌声，100多块钱啊。大家喜欢看我穿裙子，谢谢雨辰。谢谢。短裙只有人美才能穿是吗？哎呦喂，菜台的小哥哥给我送了一个么么哒，哎，裙子比较性感，我要把它扣起来。有广告，谢谢小姐姐，我们先拿到个第一名。这个应该容易，因为第一名也就总共送了1000多块钱，我们现在是第二名，就差100多块钱。没有扣子，就知道拆台咋念我名字，咋念我的名字？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怎么念啊 ，N Char， 超性感。现在江上周，我不知道怎么念。欢迎熊二，我跟你讲，我感冒好像有点严重了，我的嗓子好痒。然后都是痰，谢谢熊儿。啦啦啦，熊儿，我刚刚很美的，我美的时候你们来，现在丑了你就来了，真不是时候。你知道我今天什么时候不会念我就拆台。这个真的很难读哎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拼。Char， 我就读你，就读 Y 先生吧。Y 先生变相了，化妆吃八仙果，八仙果是什么呀？
首歌，还是继续跳刚刚那首歌。我就不信这个邪，谢谢我 KS。
想找啥？我不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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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找我查就行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我每次跳舞的时候，我都得看一下。谢谢三叔，三叔，三叔怎么越来越抠了呢？以前来我这儿还送个未来启航的，现在就变成带我走了。那你叫找啥？不是想让我找啥？哦，外先生，最帅的外先生。最喜欢送礼物的歪先生，人狠话不多的歪先生，这不求带走吗？那意思是刷一个就能带走了吗？你把我带走还是我把你带走啊？别别别别别呀，我那好吗，小哥哥？我早上起来看到不顺眼，我就拿着头发，拿了一把剪刀，咔嚓咔嚓咔嚓就剪了，就是这么多了。再剪，跳舞就甩不动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剪吗？我真的想剪一个巨短的头发，帅的那种，就大概这里剃掉，然后这里这么长就行了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就这么长。谢谢三叔。然后。但是我想着我跳舞没办法呀，头发没得甩了，头没头发甩了就会少很多舞蹈动作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三天不洗头的时候头发是最好看的。昨天都是我头发在美，你不是说我在理发店 洗了吗？做了发型吗？昨天还有人说你头发发型好美，那是因为我几天没洗了。你看今天什么鬼呀？我觉得我今天换的这个美瞳巨好看，搭上我美丽的大眼睛。剪毛寸，我之前就是戴过一顶假发，然后就是这样的，然后就这么长，就是狗啃的那种刘海，不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吗？然后我剪了那个头发以后，人家说我要取关你，好多人骂我，我心想我的头发关你啥事儿啊？你骂我干什么呀？他说你这个丑逼，你为什么把头发剪掉？我心想我再丑也不是你女朋友，关你啥事儿啊？24K 卡兰斯是什么东西？卡斯兰还是卡兰斯？什么鬼？我只知道卡姿兰。主播真美，谢谢。然后还骂我，他说以前你是女神，本来你特别有范儿，你是大哥的女人感觉，现在你变成了大哥。狗啃了这句话，我们老家话小什么？这两个耳环是不对称的，好看吗？这屏幕老是在重复，可能是我电力太足了。
所以你那边总是在闪闪闪。你退出去啊，重新进啊。谢谢熊二丫。我这头发咋回事儿啊？我有假发，我有很多假发，但是我戴了，他们说不好看啊。咋啦？干什么呀？熊二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我终于破50,000了。我差点没找到地方，你没关注我吗？我也感觉跟你特别投缘，但是你不关注我，我就有点伤心了，因为我跟你聊了这么久。是啊，我不说你没发现吧？哦，你看到了。扎起来更丑，完蛋，玩意儿咋弄啊？关了，是我一点就直播结束，我还以为你又被关。这个乌鸦嘴，对，我自己设计的。你怎么知道我有个风扇？但我风扇是用来，我一般情况下不开它的，我只有跳舞的时候有时候会开，但是我也很久没开了。我本来是想跳舞的时候有一点风吹着就有一点唯美的感觉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一定要给它。
快递单小姐姐，今天寄快递，然后那个单子桌上也没有别的东西了，但是挺管用。嗯嗯，我要唱一首歌，豆豆心灵了，没事儿啊，你说你那么有钱，分分钟冲欢迎海纳百川，听心，分分钟冲一下不就行了吗？淘宝了解一下。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一首唱的好听的歌，嗯，真的，谢谢小二，过十二点了，今天日榜清零了，快点吧，大家留个日榜吧，昨天的日榜非常开心。过客，别唱了，快递单，我想唱，你把屏幕调暗点不就行了吗？
快一点的舞好吗？谢谢天涯。没有牛仔裤，跳个我比赛的舞蹈吧。但是我跳比赛的舞蹈，估计你们不喜欢看，不性感。然后你们说算了，你还是跳性感的吧，柔情的吧。那好吧。那一会儿王志哥你点一个我比赛的舞好吗？
着了。你别乌鸦嘴好吗？一会儿真来敲门了。妈呀，我很不安全啊。我在呢。Perfect， 好看吗？我在呢，好逗啊，我在呢。我跟你讲，直播间很火爆的，人特别多，你感觉到了吗？就是刷礼物的人没什么而已啦。想到了艾米纳姆唱的什么东西，我上热三了，简直是经典，还不刷礼物啊。这歌啊为啥要拿开呀、啊？不然我总是在想他，我就总是去扯他，有点难受了。什么？歪先生要给我送个 VI 启航加微信？真的吗？那我要谢谢歪先生，谢谢窗霜的口红。什么？王先生要给我刷个 VI 启航，让我把这个快递单拿走。好啊。谢谢小二。主播又飘了，每天来除了刷主播你飘了还能说啥呢？想看跳舞很简单，就刷一个 VI 墙，不是刷 VI 墙。妈呀，没人点舞了，刷一个玫瑰花盒就可以了。哎，我今天感冒了，昨天流鼻涕，好难受。
对呀、啊，我是唱三百多爵士，差多少呀？差一点儿。你看一下，你怎么不在了？我看不到你头像了。上半场像混血，下半场像疯子，跳爵士。我找找音乐啊，跳帅气的舞蹈，我怕你们一下被我帅到。我是长沙妹朵，不是，我是湖南人，我是岳阳人，我不是长沙人。谢勿忘我，被你带偏儿了。洗澡睡觉，看到我的白眼了吗？王哥，你觉得呢？我不像韩国的、啊嗯、跳一个吧，跳个爵士，跳一个爵士。来吧，
快的吧。吓我一跳，妈呀！
不想刷礼物，一天天的整的。你看你们，上秀。是不是好多这样的？不说了吗？怕你累了不想跳啊？到底是啥意思？你心口咋这吗？可以休息两分钟吗？到过五分的时候调可以吗？是意思不让我休息？能不能人性化一点啊？你这人都不知道怜香惜玉。分的时候跳啊，打他。不想什么的人都一样的想法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谢谢淘汰。
DJ Kawaii Remix。我那玩意干嘛？你要干嘛？那你要干嘛？平头哥，你干嘛去了？平头哥。他就被立为黑名单了，从此以后他刷花盒也不跳。他要改成刷兰博基尼，一跳看他还有没有这么有底气让我跳一晚上。我就不知道是几个了。我直播间还有场控吗？我每天我直播间场控都很多，为了的广告都很多。长沙，对呀。哦，你是场控，你看又来了。太远了，你要干嘛？哎，小哥哥人呢？你别走啊！生气了？我开玩笑的，本兽还在呀。看热闹，下暴雨了，好睡觉了。我才发现我的头发变了。不对呀，本叔，刚刚那个是三叔。哦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那天睡醒了，一咔嚓，一剪刀把它给剪了。我记得我本书一来，每次就是一个蓝色妖姬收尾，不轻易来。
我跳个舞让你清醒一下。跳过舞了。
输个五，我先慢慢还吧。DJ Kawaii Remix。
你们都没有女朋友。原来你们个个都是靠本事单身。和跳舞什么本书你要送我一个不止心动。送我花香最贵的礼物。不是为爱心动，是不止心动。不止心动比这个贵十倍。5200。谢谢本书。我再给你唱一首，你觉得好听。
啊，没有了。啊，我的花盒没有，不是，我的蓝色妖姬没有了。你耍我呀？可是我有一点脾气都没有，我敢有吗？欢迎王志。跳舞啊，不着急，一会儿就跳。好久没用花椒了，很简单，淘宝搜花椒豆充值，秒充秒到账。为啥要把我做成表情包？然后把你的 ID 搜上去，充值的时候备注里面把你的 ID 搜上去就可以了呀，秒充秒到账。你的 ID 是53092669。天猫也可以啊，淘宝也可以啊，微信也可以啊，都可以的，直接也可以充的，点礼物然后用银行卡充都可以的。但如果是苹果手机就不要用了，就不要用这个直接充了，还是用淘宝和微信充比较好，因为它会扣掉30%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感觉每晚打广告都是那几个人，不是。我就是苹果，苹果就不能直接充，安卓就可以。干嘛不找主播充？干嘛要找主播充？谢红姐。多方便，那你先加我微信啊，一个外墙先加我微信。完了，以前好像都被扣30%了，是不是因为我没提醒你？以前都是用后台直接充的是吗？用 APP 充的是吗？那就被扣掉30%了。本来充豆是一比十嘛，1块钱10个豆，你要是用苹果手机，哎，苹果商店充的话，就是1块钱70个豆，少30个豆。找主播充还不如直接转账更快了，我不要，转账我就不要。送那么流没有留微信，送那么物都没有微信。送那么物是什么意思啊？嘟啊嘟，跳舞能不能换衣服？你先刷礼物再说吧，那是大咖们玩的，我又不是。加微信，就一个外墙，什么都不要，被你们搞晕了。Touch my body， 微信有啥用？哎，每当人问我微信有啥用的时候，我也想说，其实没什么卵用。如果你不想跟主播联系的话，加了也没用。是的 ，APP， 那就是被损失掉了。能吃吗？哦，要是关系好一点的能请你吃饭，
能隔天来刷刷小礼物，偶尔给个大惊喜就好了。对，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，我也不至于过得这么惨淡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 ，Hello， 小伙姐，你今天又喝酒了吗？哇，老子是有钱人！谢谢孤傲小哥，谢谢你的心动，你是告诉你对我心动了吗？你是不好意思说是吗？不能吃的微信玩了这么久也没加过。没有喝酒，只是没有喝醉。逗你玩呢，逗你玩呢。欢迎慧来，主播微信有18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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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87020016，这是你的微信吗？今晚不想玩了，你想睡觉了，那你去吧，晚安，祝你好梦，么么哒。郭浩小哥，你玩花椒多长时间了？现在工作播的不好吗？现在因为主播嘛都会有瓶颈期，因为之前不是有两个就是铁粉就还是支撑着直播，就没有显得那么惨淡，然后每天至少还能保持维持生计，嗯，那个时候就特别没多久，没多久是多久啊？那个时候就特别高傲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也特别任性，就直播不跳舞，然后就坐在那两个小时，每天播两个小时，任务完成后就下播，偶尔来，我经常看到你在我直播间闪过去。我花椒有就在这儿玩了，有什么？我最近说实话，盒子礼物主播返现真的火，返现真的火啊，是什么意思？被和谐了，郭小哥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哎，我没有什么压力，你懂吗？然后后来自从就是我那个榜一，他不是一个人不可能一直给你刷，他也刷不动，我可以理解了。然后还有榜二，他就是生病了嘛，就好长一段时间不来了。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我已经人生到达了低谷，到达了最低谷。然后我就开始每天跳舞，每天跳舞。其实我也不喜欢跳舞，我有花椒三年花椒，后来没上，现在看圣人，就是我吗？我剩下了吗？玩了三年，那你们都跟我一样吗？比如兰博基尼啊，主播返现1111。100返现1111吗？返现1111还是豆还是钱啊？对，被和谐了。你要分开打或者打拼音，我就能看到了，因为他其他平台他会在花椒被和谐。到底是豆还是钱呢？现金但少啊，那个礼物很少啊。完蛋玩意儿，掉了一个。点点点又是什么呢？三个字吗？之前我印象中灿灿可是很火的，火倒是现在也很还是挺火的，就是刷礼物的人稍少一点，可能是因为现在经济环境不好嘛。你是圣人，现在你是好样的，坚持的。虎牙是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虎牙土豪多吗？我那天就30，出了两个怦然心动，主播返了180给我。那他是亏的还是赚的呀？他玩这个，主播现在也
也挺会，也挺有头脑的，除了不太会说。你又笑我，我真的不想跟你玩了。你每次都笑我不会说话，我怎么那么难过呢？因为我那个时候很青涩，你知道吗？土豪多，比花椒多多了吧？我看了，还是喜欢花椒平台。花椒真的没什么土豪，就很累播着。因为现在主播比那个游客还要多，你想想，比刷礼物的人还要多。主播，你说哪个主播能播起来？而且那么多新主播，平台肯定不会一直去给资源给老主播呀。那新主播也得扶持啊，所以老主播越播越难播了呗。嗯。但是出来概率非常低，主播不会亏的，因为大把土豪砸，这边流量少。但是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呀，因为我签了平台协议。哦，我肚子在叫哎，我今天就吃了一餐饭，而且不好吃，就吃了两口。那天10块钱兰博基尼亏了，那个主播没有举办这个活动。那个主播肯定在想，哇，巨蟹蟹，喜死了，开心死了。我怎么没那么好的运气呢？我其实后边还挺会说话的。你没看我那个时候采访我吗？就是花房之夜上台领奖的时候。给你们看一下小妖辉煌的时候，这平台就是溜达溜达，好像每个人都有习惯性的玩一个平台，然后去其他平台会觉得好像玩不习惯，是不是？但其他平台好像不能跳舞。妈呀，视频去哪了？你现在要去赚钱啊？武王之争亚军，坤坤。2018巅峰之战年度总决赛，武王之争冠军，姚小妖。虎牙开枪！祝福你们！有请颁奖嘉宾，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晶晶女士上台，为他们授予荣誉。花椒平台的主播姚小妖，然后首先我得感谢花椒平台给我们这些主播展现自我的机会，然后再次就感谢我们的家人一路的陪伴和支持。2018年是一个收获的一年，2019年希望我们能再接再厉，然后越来越好，谢谢。祝零食响的，感谢自己的朋友啊，谢谢姚小妖。就是上台之前我不知道有这段说话的台词，然后上我是第三组领奖的，然后前面上台领奖冠军都要发言，我在台上想啊怎么办呀，我在说什么呀，到处问别人，别人不也不知道，然后就上去随便乱说了几句。你们卡了吗？你们是不是被我的气势给压倒了？不知道说啥了。
我天哪，穿成这样都不被警告啊。我去，我玩过四个平台，都是朋友带的。我能说那几个舞还没平上，哪个舞？哪个舞啊？天哪，能不能学学舞蹈？谢谢关注。花和点我啊，本叔你去哪了？本叔就是有一次看到我直播，不是看到我领奖的时候说话不会说的，然后每次见到我就要嘲笑我这个。那是我第一次，因为我根本没想到会拿个亚军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拿到了，我就不知道说啥。当时花椒我就说嘛，那些服装都是小 case， 那些服装真的是小 case， 什么意思啊？我没听懂你说什么。闹花椒，别人比你露多了。哦，你说我刚刚穿的衣服，亚军是比礼物吗？就是，其实每个人都要跳舞，但主要的，主要还是靠粉丝刷礼物，运气很重要，运气真的很重要。因为我拿冠军这一次，我刷的没有亚军多，他刷的比我多。但是他拿了亚军，我拿了冠军。我们这一次跳舞没刷多少钱。每个平台都不一样，就看那个主播那个时候家里的土豪有多给力了，他想不想捧你拿冠军。如果 斗起来的话，刷100多万的也有。但是我们那场，我拿冠军那场就刷了几十万，40万不到吧。花和点我，你怎么知道我还有一个号？发言特别勇敢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继续。你就这样吧，你就这样嘲讽我吧。偶然间看到的，对，那是我的一个，我最开始来花椒的一个号，后来换的这个号。你知道吗？我看着自己，我都快被自己美死了。我就看自己怎么这么好看啊！想打我吗？哈哈，我终于无法飘屏了，因为都没有了，是吗？
终于无法飘屏。本叔啊，你欠我那个蓝色妖姬啥时候还呢？我睡了，两点了。你还能不能行？我怎么了？圈圈，你说我怎么了啊？不睡觉，下次吧，下次可能又一年以后了。你每次来看我可能不是半年就是一年的，太自恋了。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你能反驳吗？我幸好我直播间现在没有什么人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人多的话我肯定被黑死了。越努力越幸运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我今天十点钟直播的，我现在已经播了四个小时了。没事儿，一个人也挺好。我不需要男朋友这个东西。鸡汤喝的少。人少越要跳，跳了有什么用？又不给我刷礼物，只要看到自己，好吧。鸡汤得少喝是吗？励志的还是可以的，多多多看一些励志的东西。妈呀，我以为谁把我日榜又秒了呢，一抬头结果跟我没啥关系。人美说什么都有道理，你这是今天晚上说的最有理的一句话，我不反驳。不确定性才是幸福感的来源。菜商看不懂。我很厉害了，我也觉得。我昨天播了六个小时，昨天晚上我播，昨天我播到了凌晨五点多。天哪，现在新主播比我还牛逼了。我一个老主播，如果这个流水都不能保障的话，我觉得赚钱是小，面子是大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的跟我一起的主播，或者是比我后播的那些主播，他们比我的流水一直比我高，我就会觉得钱我还好，我会觉得很没有，很丢脸。我特别要强的一个人，不撑了，想睡觉了。啊，别呀，你们都睡了我怎么办呀？我还想播一会儿呢，没人陪我聊了。不确定回报才是最惊喜。你们这么说我就听不懂了，你们要这么说就说我本来不知道有礼物，突然一个一级的小号给我刷了一个女神降临，那就是惊喜了，是吗？烦死了，全都睡不着了，跳个舞。我干嘛要祸害人家呢？
充值都已经忘了。那你就把吧，利用我欠你一个蓝色妖姬，你欠我一个蓝色妖姬，我都还不知道啥时候能还上呢。你要是过完了咋办？要是你过了个十年半载、一年半载的什么来看我，我不直播了咋办？那我会找你要的。好的，那你下吧，睡觉去吧。咋都不说话了，都困了是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就下了，我就下播了。这个不准，什么不准啊？花和点五。现实我的花椒刷了19000块钱、啊，怎么可能？上面显示的是4万，送礼4万，那就说4万。对，所以小葫芦不准。那爱情故事，哟，这有个哈斯本关注我了，我是 wife。 平头哥，你困了吗？瓜小哥还有全全，你们困吗？困的话，我们就下吧，我们就下播睡觉觉嘛。因为这个点好像也没有人点我，困了，那就晚安吧。明天有时间来看我。现实18年的，什么意思啊？等是等不来舞蹈的，不如刷个花盒来的实际。显示的是18年消费的记录，不懂，我还不知道这个上面显示的还不准呢。
睡着了，晚安。好的，那我也下了。加就加，不想加，想加的时候再加。我感觉我收到一个彩米碗，收到一个粉色兰博基尼哦，我感觉我瞬间人都变得打了鸡血一样。好的，晚安，拜拜。所有在我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然后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的陪伴，明天晚上不见不散。还有所有挂机的朋友，还有在线的朋友，大家晚安，祝你们好梦，拜拜。